危险。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错过了前奏。那个 PA 老师，可以再帮我放一次吗？对不起。因为我很难唱歌边聊天，我会很难一心两用，而且我也很难唱歌，就是那种那握手这样，我也很难。我就是一定要对同时没有办法同时间做太多事。过渡期再次送给你们，谢谢。对，因为这边真的太有点危险，还是不要冒险。出现的讯息，有种失落，我感觉过。你若有所思的神情，背对着我的身影，我看得懂，那叫寂寞。梦境的释放，释放，谢谢。
Yeah!